6月17号晚，汪子光执导新作《风再起时》的主演梁朝伟、郭富城、杜鹃亮相上海电影节活动，并登台畅谈影片背后故事。影帝梁朝伟自曝拍这个片子时，被导演要求完成很多没有可能的任务，比如弹钢琴。而汪子光则爆料，梁朝伟为拍钢琴戏苦练3个月，每天都是8到10个小时，还称梁朝伟曾经每晚练完琴都打电话骂他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